翻到嚟新聞時間，全港有兩成用公共天線的大廈住戶，十二月起有機會無法收睇電視節目。六個數碼電視節目台十二月起轉用新廣播頻率。通訊辦話，目前只有大約八成使用公共天線系統的大廈住戶完成調整，呼籲大廈業主和物業管理者在剩下的45日內及時調整系統，否則住戶有可能無法收睇節目。